怎么接力咔嚓一下挺吓人的？没有，我可以给你们实验一下来看，真的很安全这个东西啊。好，这是一个萝卜，好啊啊，这个呢放在这里边，这样我咔嚓一下呢，它不会断掉。哎呀，这那我这手要放进什么萝卜？我这个魔法小神器有使用说明，这个说明书里是这样写的，这个呢100次里面会失误一次，这一次是失误的啊，接下来的99次里呢就不会失误了，很安全的这个东西。那我往边上站着，林子你试试吧。燕子姐我害怕啊，这真的很安全的，相信我。好，有请女嘉宾放里面看一下，好吧，摸一下这边的刀子，那个用你的这个左手来握住你的右手。你这么握住了，掉下来的时候能接住。对，一会儿赶快拿着，用你的左手拿着你的右手，赶去医院。听医生说，1个小时之内如果掉了，还可以接得回来。嗯，好，这个可能性呢，我之前在别的地方表演的时候失误过一次，就失误过一次，失误过一次，对，只失误过一次。不过没关系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今天是我第2次表演，不要紧。好，准备啊，准备，那个大家一起喊一下，5、4、3、2、1。切，它是用来切手，又不会失误，切萝卜就不行。